当地时间12月2日，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安妮奖公布了第47届的提名名单。榜单之上正在热映的《冰雪奇缘2》以8项提名领跑。出人意料的是，莱卡工作室的定格动画《仪式的环节》与之并驾齐驱，同样拿到包括最佳长片在内的8项提名。非凡娱乐时事。